刚才紧贴着我的胸部，所以还温温热热。来，赶紧，赶紧，好啊！数字不大，严格说起来不大，再大也没有我大。确认一下，王青老师，哇，有开心吗？可是今天王子飞要跟阿翔进行一个叫做心跳预言魔术，哎呦，所以你要我用这种方式和阿翔做心跳预言魔术，我希望你用。这么忙的，好，来阿翔出来，刷牙模式，刷牙，舌苔模式，心跳预言模式是什么呢？好，是这样子的，身为一个职业的魔术师呢，一定会随身带着。你在里面可以放好多东西啊，小叮当啊。因为呢，这么厚你可以放进去。因为我心胸宽广啊，心胸宽广。然后呢，由于是刚才紧贴着我的胸部，所以还温温热热。来，赶紧，赶紧，好啊。很痛，不要乱买，不要，靠近一点，好，然后呢，还请帮我拿着牌盒，谢谢。现在呢，请帮我确认一下，看着我啦。等一下，我小弟有要求，你说牌盒要干嘛？可以哦，你要确认一下有没有作假。哦，好，他也要你也想摸那个牌，你这个摸完我，我也确认一下，没问题。有没有乳香世家？好，来看着你。好，看着我的牌来，哎呀，你的牌，我的牌是不是花色点数都是不一样的？确认一下。对。好，来，现在呢，我一张一张把牌往下翻，那伸出一只手指头，手指头来帮我点一张你喜欢的。好，我点了。好，点一张你喜欢的牌。好，这一张。好 ，OK， 来，帮我记得它，我不看。记得它。哦，我看。所有人现场来，好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好，现在呢，请你帮我把这一张按压在你的胸口上。好，现在我眼睛要睁开喽。好，来，一只手借给我。要干嘛？什么意思？请问是这个是红色的吗？啊，是红色的，没有错。我是说你今天穿的是红色的吗？我今天不是穿红色的。我今天穿的是红色的游戏。什么游戏？我是说花色是红色的吗？花色是红色。我一直摸着我的心跳，心跳是加快的。它是红心吗？红心。数字不大。严格说起来不大。再大也没有我大。你最大。红心六。怎么可能？它是红心六吗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把扑克牌，就是红心六。请等一下，这个魔术还没有结束，还没结束。来，红心六继续帮我压着，继续压着。我要请你看一个东西，请仔细看。哎，要看什么？糟糕，这样好，这样好吗？糟糕，完蛋了。红心六在这里。对啊。来，你。干嘛？Oh my god！ 这什么？这不行！哇！你低一点！你要啊！对，有了！来，小弟，这可能不太方便。单身的小弟有吗？单身小弟，小弟，请问要找他们干嘛呢？干嘛？单身小弟，你一只手，然后呢？好，帮我确认一下，同情表示。哇！有开心吗？这个你可以啦，不可以啊？怎么这么直挺挺的？是画上去的，是真的印在我胸上。哦，先去外面一下。天哪！他说呢？他先去后面处理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预言好了，预言好了。真的哎，好强哦！怎么会？好强哦！我觉得最强的是后面那里。对，可是我想看到整个红心六。对，验牌要求验牌。验牌，立冬怎么样？没事，太棒了。然后坚挺哦。没事，他真的很厉害。好，你的手感怎么样？我现在手好像没办法弯曲啊。手指充血，太硬。手指充血。充血。而且刚才他就说单身的什么，你一出来他在后面。男的，头发都乱了。哎呀，谢谢。谢谢。